好，这个我们来两个，这个。好，来一盒，一盒。这个大又肥，这多少钱呀？这个。九十块钱一个。一般给你九十。哦，九十块钱一盒，来两个。看看，这是顶级茶饮碗。是要买的。大叔底下的啊。这什么味道？这生意就好。 你们要吧？不浪费，不浪费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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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好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酱豆瓣酱带一份。这里，我记得我关注你的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好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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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夏天的时候是吧？对对，今天我的朋友去有事了，他。夏天的时候的你们三个人都在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 都飞了，你看。生意还这么好，你看。要不是提前定位没有味道，给他。你不说了，我们就没菜了，真的。我们榴莲，哎呦，感谢了，特地榴莲，你看。看看，特地榴莲菜。哦，这个好的，这个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强蟹，特色。 哦，拿六个。七个。你这吃什么呀？六晚上啊？晚是这个是我们晚上弄的。哦，晚上也有。晚上也有，晚上我们。中午和晚上。早上没有，因为我们早上走。热天气来吃的这个同款，热天气同款啊，差不多已经吃了。好，同款同款。 这是红烧肉，你说鸡，五花肉，鸡品，怪不得人家生意好，都是鸡品五花肉。买的都是红烧肉，差的东西一般不买。哦，都是好的。哎，生意要做自己，把自己做没有的。那个老板娘，你太会讲了，你太会讲，太会讲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大红的。对哦，小七哥的同款。大哥喝的，你们哪个喝酒的？ 你呢？搞两个。来来搞两个。你，美女来喝两个。是吧？这个叫豆瓣根。这个叫咸菜芋奶汤。这个呢？这个叫响铃。哦，响铃，这个叫咸蟹。这个叫龙头烤。这个叫白鹅。这个叫梭子蟹。哦，梭子蟹。这个叫咸冬瓜。这个叫红烧肉。好。给我臭的话，给我臭冬瓜。这个话可以。 这个话没有，这咸的不臭。留一开车就行了，来，美女给他喝一个。我稍喝一点点。好，来。来来，我给你。少倒一点。徐总酒量太好了，今晚上我们畅饮。好好好。欢迎啊！欢迎到林默来了。老板给他喝一杯。来，我们先尝尝这个。 开饭店就兄弟们快！尝尝，你们这个腌的就好吃。嗯，香蟹，香蟹就好吃。你摸它是吧？这不知道是今年的还是去年的。老板，这个香蟹是今年的，去年的？什么？这是今年腌的还是去年腌的？这个是我们今昨天腌的。那好吃，那鲜艳。这好吃。昨天腌的，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怎么？今天吃。 头一天腌，因为这个东西要久了就不好吃。我们还有时间控制的，比方天气热，几个小时；天气冷，几个小时，控制好。怪不得人家生意好的，就是太好了。因为这个东西要一地要新鲜，第二嘛就是什么咸的要好。这是宁波顶级这个大龙虾创意馆，你经常来吃的。对对对。你们那个行政主管经常来吃的。姓倪。倪品。这个是菜红炒薯片。 哦，那基本上这个通款，小七哥的通款，我们全部有了。嗯，我们又来吃海鲜了，来，吃，多吃多吃。干走，来了，嗯。欢迎欢迎，感谢徐总。我真是徐总也跟我一样也是吃货，看我这个视频直接到五河去吃大公鸡了。
我们是因吃结缘，高兴啊，对，其实我两个没有任何那个商业利益，就是因吃结缘。你那个公司搞事业上没有交接，就是吃啊？你在公司里是搞什么？化工贸易。哦，化工贸易跟这个美食两个不搭嘎。不搭嘎。红烧带鱼。嗯，这个丰富了。就我那个朋友呀，放总呀讲的，就是宁波的记忆味道，他就是很普通的菜，他这吃出来就是我要来宁波，我家第一个打卡就来的地方，他有一种回忆，对不对？菜搞得很普通，反正就是好吃。你这高兴的呀，你看。啊！我干掉你谁赢？到宁波了，干掉了，我干掉。太厉害了！今天我们这个这是徐总那个公司的行政高管。这是本地人，你是宁波本地人。对，我是宁波本地人。作为宁波本地人，这边这个菜确实是可以，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。今天我们老板说要招待一个大贵宾，看到原来是堂哥，堂哥我敬你一杯。感谢感谢，你酒量也还可以。没有没有，你好。我的妈，老板都二斤了，你估计不，你一斤也差不多。一斤差不多。一斤差不多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我来宁波我不敢喝酒了，一斤差不多。他这个菜真好吃，有一种回味给他。是的，啥时候回味？你看他这个带鱼呀、啊，这个他这烧的又好吃的，你怎么办呢？你，他这宁波味道做的很地道。嗯，哎呦，你看我今天吃奇怪了。像我们走南闯北的，像这些菜有很多的菜在外地还吃不到，像这些外地很少有。这就是宁波像带鱼，外地都是腌制的，啊，没有这种鲜带的鱼。这就是这种宁波的咸东啊，你到哪边都吃。对对对，我有了有了，感谢感谢，我吃的还多哟。来吃，来来，你看这小黄鱼，对，特别好，特别特别新鲜。嗯，这个好，这小美女。来，你也太能喝了，来了我你我中午好，中午好了，我少来点，我来点少喝点哈。感谢感谢感谢徐总。嗯。回家很幸福。今天这个宁波温度高，大暑假。对对，百年老树。我们今天这个小七哥的同款包，他的红烧肉来尝尝怎么样？红烧肉，大块红烧肉。嗯，还可以，还不错。你搞一块的？我搞了两块了已经。我已经搞了两块了。徐总，我不懂农村人，就喜欢吃这红烧肉，小时候味道。好吃。啊，这叫燕冬瓜，这个仔细的是臭冬瓜。宁波特色。啊，宁波特色的叫燕冬瓜。米冬菇。啊，燕冬瓜。米冬菇。宁波话。我讲好叫米刀浇灌蘸，给他。米刀浇灌蘸。啊，米刀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味道很好。哦，米刀浇灌蘸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我知道了，味道很好。米刀浇灌蘸跟味道很好，这是。味道很好，那叫米刀浇灌蘸，味道叫米刀，一个字发音都不一样。对，米刀浇灌蘸，这是味道米刀。对对对，米刀浇灌蘸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家顶级苍蝇馆生意能都不好，昨天也一点都不行，也简直太好吃。说老就行了，跟股东一样。我知道了，这道菜也是米刀浇灌蘸。来，我们美女，我们干点干点吃好了，干点吃饭，干点吃饭啊！好好，感谢感谢，别站，坐着。你徐服务员真厉害，这个菜是啊，嗯，太好吃了，昨天晚上腌的，这一腌，这个小黄鱼这么好吃，怎么不吃？怎么吃啊？是啊，您先。你吃海鲜也不喜欢吗？我不是太喜欢，还喜欢吃大公鸡，我们还喜欢吃红烧肉，鸡肉，对对对，尤其羊肉，对，好，羊肉我最擅长。今晚上我们吃羊肉，来的，900块钱，900哦，900啊，你看1:30了，这叫顶级上游嘛，这边吃一个快餐900块，做菜900块，来，这就是宁波消费。
哦，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你230块。哦，这个230啊，那个那个就180了。那个90块钱一个。两个180。这个带鱼好像100块吧，这个没鱼好像也是。哦哦。我也差不多就这个价。900块。就这个贵吧，咱们不点这个可以点好几个。哦，就贵。200多。我拿过来也要200块钱，我还给你腌一下。那我赚个手工费多少赚吧？对，就赚就一个，就三拿过来，他两个螃蟹100块钱一个，两个螃拿过来就200块钱，我赚你个手工费30块钱，我腌给你腌过，但他螃蟹拿过来他是没有腌过的，我要给你腌一下。我们不要浪费，以后来分掉，一个人吃两个，必须230，我们吃了。哎，妈，我再吃一块。说的价格对，我们都是农村人出来的，不容易。这叫宁波消费，就这个消费这么高，他还说宁波最具有幸福感城市，到底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。一顿大排档快餐啊，我们吃了900块，在全国也是少找的，还是这个美女这个还经常来俩吃，还优惠的。你是不按你自己的，那对啊，去。